大哥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你咋了，小花？我有个好朋友，他困在高处，他下不来了。下不来了？那快点，这么危险，快点去把弄下来呀、啊！在哪里啊？带我，快点！啊！这就是你好朋友啊！啊！那不行了，不是不让你跟他玩吗？他又脏又臭，这还捣乱，不过再不能救。你看大家揍我了，我告你奶呀、啊！小花奶奶，小花奶奶，乱套了，乱套了！现在小花又跟那个又脏又乱又捣乱那个流浪汉又玩到一起了，还在那个高墙上面玩得很危险呀、啊！你赶紧去管管他吧，去！哎，慢点慢点，怎么不让你跟他玩呀？跟他玩，奶奶你救救他吧，他老好了，又脏又臭又捣乱的，咱这头你不是揍不着了。